中国籍成员张艺兴近年逐渐把重心放在 solo 活动中，甚至在中国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事实上，他上一次参与原团的回归已经是4年前的 Monster 专辑了，让许多网友质疑，既然如此，干脆退团算了。不过张艺兴偶尔还是会 po 一些和团员的合照。日前苏后正好在社群网站进行直播，张艺兴也突然现身直播间，除了粉丝们感到惊喜之外，苏后本人看到他的出现也相当开心。艺兴，잘지내니？네보고싶다네보고싶네우리신이또이렇게혼자또활동하고열심히하는것도되게멋있는데레이도항상단체만글쓰고개인적으로연락올때마다외롭다라고많이말을하는데많이하는데미안원이잖아요여러분어리더키키키키리더뭐딱히할말이없나보지你要到那跑路里头。两人久违的互动，张艺兴还留言称赞队长变得更帅了。可见虽然没有常常在一起，团员们之间的感情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吧。